超型格嘅一个背心款，咁呢个系格棉嘅背心款嚟嘅，咁佢做咗个今季都几流行嘅呢一种似波浪形嘅篮袜篮球，系啦，今季都好兴呢一种 pattern 嘅，咁佢呢一个咧就系米黄色，我而家着紧呢个系黑色，咁佢系带拧身嘅质地嘅。系啦，有啲類近嘅質感，咁所以着出嚟，哇，好型啊！呢一個 style，咁我記得我影相係襯 lady 復古咁嘅，係啦，咁大家都可以再睇埋我哋網站嘅相去做翻個對比啊，或者參考嘅。咁呢個咧係一個寬鬆嘅版型，夾圈相當之寬闊嘅，咁個袋位咧玩款啲嘅。sorry 啊，大約去到胸側嘅位置，可能我把聲又用力用多咗，係啦，咁就大約去到胸側嘅位置嘅，咁比平時嘅袋咧上多少少嘅，係啦，喺呢一度，咁佢個腰位咧就做翻一個塑繩嘅效果，好靚嘅一個 detail，咁塑咗之後，當然係成個線條收得好靚，亦都係即係有 style 好多，咁當然放鬆晒都冇問題，即係放平時嘅一個 casual 啲嘅一個格棉背心已經 OK，咁你。做翻 casual 嘅 style 或者 casual 嘅穿搭，咁我又唔系，我真系想做得比较 lady 啲嘅，咁就喺腰位嘅呢个部分咧，咁就可以索做翻个收线条嘅效果啦，咁令到嗰个 style 咧就比较 lady 啲嘅，咁亦都系比较型格啲嘅 style，好靓啊！咁样睇，咁系超有 style。咁而家呢一个嘅内搭咧就是、我新翻嘅多买多优惠，咁系劲靓色嘅推介，咁大家都可以去我哋嘅多买多优惠度留意下，咁系极好着嘅一个 item 嚟嘅，咁啊系啦，而家就趁咗个好特别嘅紫红色啦，系啦，咁可以睇埋后面啦，咁呢个就真系唔好 friendly 噶啦，你见夹圈都咁阔，系啦，咁呢个亦都有拉链嘅，咁等我阵啊。系啦，呢、這个亦都有拉链嘅，咁睇下自己即系索几多，系啦，呢、這个都冇咩问题。你中意可以咁样个线条收得好靓，咁通常即系我觉得香港都系中意即系放晒嘅，系啦，咁样已经好好睇嘅一个 style。咁啊比较特别啲系个袋位嘅，咁你要呢个都系蓬蓬地心嘅格棉款嚟嘅，薄格棉。